现在看的是上一集画完的情形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染色，我们这个庙，这个山上的寺庙，我们用赭石染墙壁，屋顶是留白，代表上面有积雪，而且利用这个赭石色来衬出屋顶上的积雪。在染色的时候，一般我们都是软色调先染，因为国画这个宣纸，它会有吸水、吸颜料的特性，跟其他的画纸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在染色上我们要不同的顺序。那一般我都认为应该是先从软色调开始染起。软色调染上以后，你如果要把它用含色调压过也可以。但是你如果没有先染，那纸张已经吃了含色调的颜料，你要变成软色调就很困难。在染的时候，我们也是随意的，依照这个树干的形状稍微染出来就好，染不完整没关系，因为也是代表积雪被覆盖的感觉。由于国画是用水来调和墨颜料来画用水的话，它的好处就是能够很快速的利用辅助的工具，比如说吹风机把它吹干。油画可能就没有这个优点了。那我们可以辅助吹风机，可以做出很多的这个程序，把时间缩短。因为现在的时代不像古代农业社会，时间很漫长，可以慢慢的这个磨，慢慢的做。现在的人因为这个整个社会环境不一样，时间非常的宝贵，而且比较注重效率。假如说你让它自然干的话，我们一幅国画像我这个提倡的这个现代国画的，尤其是，包含这个机色法的应用，可能一幅画完成的时间，可能要比油画还要长。现在山石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用赭石先擦染，在阴暗的地方擦染的比较多，在上方或者亮的地方，因为积雪的关系。所以擦染的比较少，尽量留白出来。那画雪景的话，颜色也是用干擦擦染的方式来处理，更能够凸显出这个积雪的感觉，留白的效果会比较好。如果湿染的话，颜色会晕，到时候这个留白的地方就效果不彰。我在1970年代，自己因为经常这个用毛笔去写生，观察大自然，那觉得台湾的山水树木非常的多。假如说用传统国画用墨色的方式来处理出那种浓密的感觉，是一大片黑黑的。当然你也可以分出它的浓淡，但是呢，要表现这个这个山峦山林这个。很繁茂、很茂密的感觉，这毕竟这个表现上会有困难度，效果也不会很好。
所以我就创造了这个属于像夹叶的方式，用明暗的观念来处理树丛的感觉。那现在呢，包括这个石头啊，这个河，这个山涧小溪的这个石头也都是要染，但当然呢，上面都是要留白，代表积雪。那画完了之后，马上用吹风机把它吹干。那国画的技法就是，我们画家要去创造出最理想的表现方式。所以国画的皴法自古以来就是一直有新的技法出现。古人更讲过“画无常法”，啊，无法就是法。你如果造画一直来的话，画久了就会僵化。所以我们画画要外施造化，要中得心眼。我们现代人有现代有很多这个现代的这个电器的用品，我们可以来辅助。当成绘画的这个啊来使用，比如说像吹风机对水性的这个绘画啊，用水当媒材的绘画啊，这个很有帮助。因此我也创造了这个基色法。基色法并不是说我们颜料用的很重来堆砌上去，而是薄薄的一层一层的堆砌。那堆砌的这个层次不同，它就展现不同的色调出来。所以我常讲，我们国画的颜色并不是从这个调色盘上调出来的，而是因为纸张的特性会吸颜色，会吸水，我们是在纸上重叠，纸上调出来的。中国改革开放之后，这个一般的家庭啊，慢慢的才有这些电器的用品。以前刚开放探亲我去大陆的时候，很多家庭这个灯泡也是小小的一个灯泡，因为电力不足啊，更不要说有吹风机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那时候拿了一些喷雾器啊，喷塑胶做的喷头，送给很多的画家朋友，他们都非常高兴。像喷雾器啊，这个在国画里面呢是经常可以用到的器材。以前画家或裱背店啊，要裱一张画要喷水，都是用嘴巴在喷的。就像以前我们台湾这个老一辈的这个祖父祖母也是这样做。时代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这个国画的表现方式也要跟随时代。那国画的改良最主要就是说，你要这个观念上啊，要跟上时代。那艺术的东西呢，要反映生活的体验，这样才能够更深刻的想要表达你内心想要表达的美感，而不是肤浅的这个啊表达一个形式而已。现在我们调这个颜色是因为是雪景，就是这个常绿树，例如松柏列，它的颜色因为这个冬天寒冷，
它的绿也不会像春夏那么翠绿，所以我们在黄绿色里面再调了朱标或者是赭石，让它觉得这个色调就不要那么鲜绿，有一点像腌过咸菜的那个色调一样。我们也是用擦染的方式啊，这个擦染的方式我们才能够保留这个留白的部分，表示积血的感觉，而且也是随着像墨色的画法一样，擦染在墨色多的地方，比如说在下方，因为下方比较没有被血覆盖，比较容易显露出树叶的颜色。这些用笔啊，都是用干擦的形式。画雪景最重要就是要留白。那留白的时候，在染的时候，比如说像湿染的方式，我们就要很注意，因为湿染颜色容易晕开，啊，不容易很强烈的对比的显现出积血的感觉。所以，当你选择要画什么题材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所规划，比如画的顺序、染色的方式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最容易表达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最好的画法。就像古人常讲的，我们画画要勿泥于骨，泥巴的泥啊，就是不要被古人限制住了，意思就是啊，这个硬笔各方面要自己独创的这个见解，还有这个独创的这个方式。齐白石也曾经说过，学我者生，视我者死，啊，学就是学他创作的精神啊，就是不像那个传统化的这个题材，画生活周遭的有创新的这个观念，学他的就是生，那学他的样子去画的，视他的就是画的跟他一模一样，啊，视他则死，你这样的话你就完蛋了，你就没有创意了。文人画最大的弊病，尤其在清朝的时候，尤其清初四王都是以临摹古人的为主。当然，清朝的皇帝刚入关，对文化的水平不高，一般欣赏艺术最初级的就是。